现在我将以每分钟600毫米的速度进行切割，可以看到对于拐角部分的切割，我们再也无需像以往二氧化碳必须带有尖角的细微加工，而是可以对拐角多的产品顺利加工，从而提高生产性。激光发生器采用了 IC 级生产的大功率10万瓦的激光发生器。您现在正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切割机的数控画面，带有屏幕一样的印象。操作员可以通过画面来确认切割的实时状态。毫米切割，下面将为大家演示板后12毫米的碳钢刀具切割。同样的，会先进行穿孔。根据本公司的独有功能，高速穿孔具可在短时间内实现稳定穿孔。现在穿孔的小孔直径是9.5毫米，比以往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更容易实现对于小孔的加工。结束后进入快抽切割，现在演示的是碳钢12毫米切割，以每分钟2000毫米的速度进行切割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切割非常顺畅，即便在拐角和细微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的阻碍。